我就印象深刻刚爆的这个。对，你为什么在看那个啊？你会出那么多那么炸的动作，你看这个动作干嘛 ？Sorry， 苏队长看过之后感觉如何？精彩，漂亮。这个我觉得就是想要看到的东西。我觉得每一个歌有千愁不分伯仲，但都是精神是在这个里头的。我希望接下来我们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不同的火花，我很喜欢。嗯，这其实像 Zico 第一组真的很棒，第一轮他的那个衣服的设计非常的棒。Thank you。但总体下来就是 Carton 组的完成度，然后跟音乐的贴合很好，很喜欢他们第一轮很 swag 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到第二轮根据音乐的不同可以跳 locking， 然后可以跳各种 popping， 每次的结合都很好，所以说我觉得 Carton 组是整体失误更少更齐一点，因为确实三个组的技巧跟各个方面都很好，那如果要选择的话肯定是选择综合更好的。雨欣，哇，我太喜欢了，就是这一次每一组都可以感觉到特别想赢，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欧阳完全的不一样了，我特别喜欢。Willis， 又可以看到刚宝这样子跳的时候，我其实还蛮兴奋的。之前武侠联盟嘛，武侠联盟，武侠，我就印象深刻刚宝的这个。你为什么在看那个啊？你会出那么多那么炸的动作，你看这个动作干嘛 ？Sorry。复赛第一场 Crew Battle， Carton 队周以翔队积三分并列第一 ，Zico 队马东杰队积一分并列第二，豆豆队本轮暂未得分，位居末尾。这三队明显整个气场就不一样了，对，同一个时间大家睡的时间跟练的时间一样，跟经验还有关系，对吧？带队的毕竟是两个十八岁的，我觉得他们时间没有很效率的用，对，刚才他们比较年轻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我们现场调整座位，哟，你们要加油，好，醒醒 ，OK， 好，真的真的好，加油，好好拿出来。干巴的，这真的拿出来，加油加油！就是没事的，我们很对啊对啊，很 OK 的，真的拿出来，不要这么丧在那里。没有丧，只是刚才稍微有点累，放心啊，加油加油。好的，